一点再出来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每次我唱歌都会下雨，所以他们知道纪晓君来就一定要大拇指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哦。好，那好，开始。新年愉快哈！离开的时候，请注意看一看，检查一下你的东西，相机的盖子有没有忘记了？车钥匙、房间钥匙，注意看一下。